这种东西啊，很多啊，这个《济南时报》啊，其实还有一些个，其实党政军报都搞这个东西啊，搞这个东西似乎是一个合理的、完美的啊。说什么呢？啊，说这个买一张机票啊，选就中了彩票了，中了6000多万。下面一片评论都是我信你个鬼，我信你个鬼，是吧？彩票滞销了，机票滞销然后有朋友打的一圈的字，假假假假假假，祖坟冒青烟也中不了一等奖，中奖的都是他们自己人，人家不中奖也可以中奖。现在的年轻人们呢，真的是了不得，是吧？这是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么笨？聪明的不得了。有一个一哥军报是吧，也登这一类的东西啊。然后说老头到哪里去旅游，拾了张彩票，在哪里拾的，还都给出了图片，彩票的样子告诉你，那个什么彩票站的那个样子告诉你啊，说又中奖了，哎呀。下面也是这样的，信你个鬼，信你个鬼。